被死亡缠绕该怎么办？动作解析，这个时候不能直接变向，这样容易造成失误。首先做后转身保护住球，如果防守人不跟随就可以直接加速突破，后转身防守人跟随，转身变回来再往后拉。这时候需要做判断，如果是上得很快就二次突破，或者冲得很快就变向突破。